来生们、杰探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辽阳野猫洞。远处有一位环卫工人正在工作，一会儿咱们走近一点啊。大姐，这片你负责那个收拾垃圾的啊？对呀。这家伙撇这么多，一天得收拾多少啊？个别原因。啊，个别大部分人还是行。95%还是都比较守规矩的。啊，你瞅这馒头，你说这现在这人呢，都不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对，我看剩不少都好的呢。啊，那咱小时候啊，哪能吃着馒头啊？啊，反正还是个别现象，大部分人都挺好、啊。对，还是个别现象。这就是昨天晚上来这住的，到那份人没收拾走了，那份人拿走了。那大姐就你自己负责这一片吗？哎呀妈，我这3公里全是烧烤。3公里就一个人啊？嗯。那真挺辛苦的。全是烧烤啊。嗯。啊，怎么就我人家都5公里，给我说成3公里了？实际还挺累啊，是不？无疑吧。嗯。把我累到什么样呢？无疑那天就是这趟车就，高铁到上我这段完事儿，这车达到500多。就车、啊、就停那车啊，停那车500多台车的，哎，就是500多台，就这南北二2000多人，那得上千人了，是吧？2000来人，我这吧就得上千人，就是教书人里就有人，就这都好几趟了，一个排到底啊。嗯，反正就宣传宣传也行，爱不爱护环境再说的了。对，这里也是垃圾，塑料都是垃圾，全是垃圾。嗯，就是谁来了，谁自己拿塑料袋一拿走也不费劲，对不？上面就有垃圾箱。嗯啊，垃圾箱就搁上头。哎，公司给我这段多预备2个垃圾箱。啊。他有人他就是还是不方便呢，还是怎么的？完了他就没带上去。那可能就是。多数人还是带上去，还是素质问题还是好人多。这干4天。就五一这段时间得干到下半夜。就五一。我就干到2点，还不是昨你干的那什么，就干到2点回家。那下半夜这4点半又来了，4点半又来了。完，有的人捡垃圾的，可恨的是捡垃圾这波人，就捡值钱的捡走了，不值钱他不捡。啊，人家装盒里了，就像比喻，就像这装盒里了，装袋里，他给你撕开，盒给你倒地下。啊啊，还这样。啊，就可恨的是这种人。你说你盒到地下嘞，你不得搂吗？俺们让宝石都得干净，认为这是旅游区，大巴竟然搁这道边上，特别是道边上，咱们都得保持。他给倒道边上了，那今天风还大，哎呀妈呀，刮的那个满林子都是啊！人家是怎的？人家是把垃圾打包了，他把撒一地，然后把这个纸盒倒地下了，垃圾倒地下了，这个塑料袋给撕两半，他找瓶子啊。他就这波人可恨，那还不人家就是来这玩的人嘛，人家像素质像高的有都是，特别就是年轻人，越年轻素质越好。现在不外说都念书，是现在年轻人素质提高了，素质都可好了。嗯，个别是有的和喝多了，俺们也能原谅。咱说的了，喝多了是吧？嗯，说干啥咱也能原谅。我个别咱就给收拾收拾完了，说的咱们起点早上那会儿也能。也给收拾收拾，没有就捡垃圾的可恨，就这捡垃圾太可恨了。他主要他给你倒地下呀，你要说给垃圾拿走送到垃圾箱，咱也不反对你。对，你把值钱的拿走也行，别把这垃圾散地下，是不？对，你把这个连垃圾带值钱的，你都送垃圾箱，你到垃圾箱里去挑去。那更好了。你那咱都完美，我也请教了，你说你还得着实惠了。他不接，他说啥？你收拾卫生的，你就得收拾这个卫生。这说话还可恨，你不捡垃圾的吗？其实咱捡垃圾就管倒两旁的，咱不管这里头，咱没义务管这里头。这人我是加巴喇的，就和哎呀这加巴喇照应这行的了。就所以呢，大伙都有个好环境来溜达溜达，心情舒畅，孩子下下水溜达溜达。现在咱们小时候那个，这河咱们总下水，现在孩子能见到多少水呀？可不是咋的，所以咱都互相爱护点这环境，也没有好水了。嗯，可讲了，都爱护点这环境，我的哎呀，都有一个就消闲，说星期礼拜天来消闲一个好地方，说的哎呀，都放松一下，是不？这有山有水的，你说树林也有，这很难得了。现在对对对，主要是没包个人，要包个人，人家收费你不也得给拿吗？所以怎的，咱都互相爱护点环境，我的受点累就受点累，咱说的嘞，可讲我的嘞，不也我这也是挂着锻炼。
也是锻炼锻炼身体啊。我160现在变140了。其实说白了，要没有你收拾啊，这片早就成垃圾场了，根本没法来了。以前老两口子也是，也可累了。嗯。他们说累，我说能怎么累？咱都是能行人，都能干，干活太累了。他主要是你不把当天垃圾不收完，就这波捡破烂的，他祸害你。啊。有些人你说不明白，还都来那是老师呢。啊，还有老师呢。老师还来这来捡来呢，你再说的。捡垃圾。捡垃圾，我还净说那横过证的话。那老师也不缺钱，那捡啥垃圾啊？不知道，那他也不差这点，他还行。不知道，哎呀妈，给咱们给我气屋的孩子啊，给我气我都不想来了，那两天都不来了，叫俺家老头来。那你下回遇着人就少搭理他们呗。你不搭理他给你倒地呀、啊、你就提醒一句就走就拉倒，他听不听是他的事儿。你提醒一句不行，提醒一句他继续。无语那天晚上黑点了，我的眼睛近视眼，我以前看微机的电脑微机的、啊、水泥厂就是东部那种的、嗯、这后期了就身体不怎么好，就可以来干这行锻炼锻炼。我这眼神不好黑点，说这个位置开始给我倒，就这盒啊，人家装的全是垃圾，给我倒啊、哦，给我倒底，那上面倒哪儿？倒一溜啊！倒一溜，你说得倒多少垃圾？他们给咱们都添老烦恼了，这波捡破烂儿的。我第二天就刮大风，一刮大风哪都是没法收拾。道边啊，沟里啊，就是咱都得跑那个树林去撵塑料袋儿去。啊、嗯。因为咱站在道上，就这塑料袋儿，不仅看着塑料袋儿，不仅有漂浮物。啊。就河岸边，他们有的吃完是。搁上头扔下来，道路上站住了，咱都得去捞去。啊，都那么样。那可费老劲了。可不是咋的，完，哎呀，就别提了。一般来的话都开车来的，你装袋开车带走就完了呗。咱不需要你带走，就给装搁道边就行。嗯，就搁道边，咱就挺知足了。你别不用带走，有的带走上道了，他躺躺了，人搁车里也埋汰了，你也理解这些事儿。然后这附近就有垃圾桶。往垃圾桶那边一放，再把你给俺大哥倒边儿，俺都挺感谢了。嗯、这就是人呢，哎呀，别说了，啥素质都有，还是素质高的人多、啊嗯，还得这么说。那行、嗯，那就先这样。然后我把你这个想法啥的跟大伙儿都说一说，对对，然后呼吁一下，对，发视频，我发视频，宣传。在朋友圈和网上看到的野猫洞，或许和我看到的有些不一样。水还是这里的水，树也是这里的树。我不想呼吁大家去一起保护环境，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呼吁过了，垃圾该扔还是扔。我想对大家说，你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多少存款，留下多少房产，都不如留下这青天白云。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赐予，不要被我们自己亲手去毁掉。请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这青天白云，留下这好山好水。